都是最欢喜是来到大岭，听大家人在那分享，我很陶醉在那样的荧幕上啊，跟医师的分享，我感觉到说啊，嘎扎哟，迄个时啦，一两干啦，就伫这个所在看到了这一块土地，哇，真正的一两干，期待会当伫遮起一间甲花莲同款规模的病院。果然，这20多年了啦，病院起好啊啦，啊，有咱的病院伫这个乡下，现在还是乡下。现在呢，人口啦不增，也是在老化中啊。不过，我很相信，他尽管这个地方的人口老化，更是需要去这间病院伫个家，看看咱这间病院很温馨，我们的医护在这里呢，好像一个家，在这里守护，守护健康，守护健康，守护爱，连连呐、啊、都是稳健的。看到我们的医疗有研究，而且呢有传承，有培养人才，真正是吼，安尼。每一年每一次来都是呢让我很安心啦、啊、很放心啦、啊、今天又听到了我们的自己培养出来的医师都是呢开始都很有承担，大有承担，也要感恩呢过去贵体啦资深的医师来到了我们的医疗体系，那生根在当地，就读大岭是雄厚的披露。从林院长虽然呐、啊，他呢，我一请他来承担呐、啊、医疗执行长，紧接下来。医疗有托给了我们的简院长，那很感恩赖院长呢也愿意来接了，所以呢有这样的一路走过来，一直培养出来，还有呢第一期来的开始落地生根了，这一路一路培养，挺大的啦，医病。护理情，医就是医人的生命，看病病苦的时只要医生出现他的性命呢总是呢会有得救的依靠、啊、我自己呢也感觉到说也是很佩服自己，那个时代那样的环境，那样 的经济困难，竟然呢可以让这样的一步步的走过来，回过头来要安怎来表现呢、啊、可以表现出我的心境，安怎样来向大家人说，我是要安怎说，只有两个字，感恩。感恩，我要感恩呢，总是那一群，这一群，彼一群，这一群一群呐，的菩萨，总是呢围绕在我身边。从开始，五角银一直给我听，给我听，这一直一直到现在。已经呢56年了啦，慈济的大
当初的五角银，一个月计算的，一个月有五块的，一个月有十块的，就是安尼零零碎碎啦。到现在，我很感恩，应该讲五年了啦。这疫苗开始，我就下了一个决心，钱在哪里我不知道，我要500万剂的这个疫苗去当存啦。一剂是多少，我也不知道啦。总是呢，安尼发心，那原来好一剂遐尼济，其实500万，即马来算。也是同样、要花几个十英呢，现在一滴一滴呢在滴咧施打疫苗，所以这段时间应该是叫做历史，除了创刊啦，慈济的五角银开始是历史啦，慈济呢盖医院启用啦是历史啦。慈济盖学校、医学院，一直到大学，这是历史啦。我们的大林医院这片的甘蔗园，那创建了这间病院，也是历史，一段段的历史汇合起来，的确呢，实在是这一段、这一生呐，这一段的。生命有价值啦。总而言之呢，守护生命，守护健康，守护爱，用生命走入生命啦。我特别呢为医疗这一块呢，是永远的一直心心念念都挂在医疗事业，因为它是与生命有关。医护同仁呐、在这一波等于是历史性的疫情，这一疫呢，就是笼盖了全球。为什么会这个口罩人人要戴好呢？因为呢，跟疫情有关，是病从口入，所以呢，起码能讲哈，如数啦，如数。是我们呢很自然的生命，本来那都是一旦天空啊，因为呢这大地万物啦、五谷杂粮都是供应我们可以吃、可以营养、可以健康，所以也期待我们的医师、医王们呐、还有护理菩萨们。我们都来推术，唯有你们说的推术比比较有力量啊。到底为什么要推术呢？那自有医生。个推术呢，这一步就是医生的权威，你们说的比我有效多了。还是呢，请医师、护理、菩萨。以往们呐、太舒服都讲几句话啦，这都是真正的爱舒服，到处都听到哈，讲我爱舒服啊、回头来都会回答，爱我所爱哦，那我定啊听到，我都甲因讲，爱我想要做的代志哦，所以呢，各位你们。爱不爱我？爱我的话，就要爱我所爱的人，要爱我所想要做的事。这样尽心力啦，护生命啦，这是我这一生呢一方向，就是我最需要的。虽然呐、年纪大，期待就这样的生命慧命啦。不断的延续，那唯有各位你们代替我延续下去啊！要讲的话真多啦，总是呢
讲不完啦吼，咱这么这么多口啦，在这个真祥和的地方，大拿的大病院啦，真正是幸运啦的大病院，和大家人真幸福，而且呢，人人啦拢是医王教义吼，那很感恩。菩萨爱的能量，守护生命，守护爱，守护健康，感恩。